俩跟我说呢，今天啊、来到这边主要是帮你的一个客户选材，选材就是因为。它属于交了房之后是吗？不是，交房之前。哦，交房之前，这边房子一般都是属于定制的嘛、然后就是你选好买好房子之后，然后你里面选什么样的配置，要地板，要木地板呢、还是要地毯，还是要瓷砖，这些材料都是可以选的。它有一个设计师跟你一对一的，然后你跟他去选分别东西是什么价格，是什么样子的，都会看得到。那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设计者的这个地方吗？是来的设计中心。设计中心。对。等一下可能会遇到顶级的房屋设计师，是内饰设计师啊，然后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我们是不是迷路了？看到他了吗？他可能在里面，我去找他一下。等一下呢，可能接触到这个人啊，属于高端人群了。对于这个设计一窍不通的我呢，作为一个小学生，在旁边静静聆听，慢慢去了解他们在做什么。Do I need to sign too? Yeah, just sign right there. And then, Wow. 这个设计公司实在是太大气了。来了之后就感觉有点像电影当中的情景。特别大的工作室，一望无际的工作台，各种高端人士。我这衣服穿的实在太差了，在这里边稍微等一下。看来这个地方的节日气氛非常的浓呢。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饮料什么的。Very nice. Hi. Cameraman. He's a YouTuber. Yeah, no worries. Okay. All right. Okay. 看来是选材，比如地毯呀、地板呀，各种材料都可以选。As well as kitchen backsplash and window treatment, so you know, okay. The normal rounds. Are we able to do the colors of the pen? Color scheme she wanted to go with. 想要什么颜色的 like warm tones, cooler tones. 暖色还是冷色调 So they have the same in the model, the same cabinet countertop combination that you have. 里面的颜色的 So they did a tile, but we could look at some wood look tile options. 那个样板间的颜色好像有点像这个或者这个 Perfect, let me pull some different options. So similar tone to the model has. 他去拿一点他去拿对他拿了因为我太多了一样这是标配的，标配的，你可以升级。这是小块小块的，我好像尴尬，我刚刚就说。我问他，Can we do crown moldings here? No, we don't do any sort of finished carpentry. So with Lennar, it's an everything's included builder. So really, all they allow you to personalize before you move in would be your flooring. So if there is any crown molding in the home, it's probably a designer feature in the model home, as well.So if you wanted to go, 这都是橡木材的瓷砖，这是小块小块贴的吗？还是这么一大块？长的，
是需要 be longer, sorry. 长的就这小块小块这么就贴。不是这么方块方块大的往上贴。不是不是，是一条一条，它都是一条一条，它只是告诉你接缝的方式是这样接的。哦。So this comes in a 6x24. And then some of these will be a little larger. Let me see here. This one's 6x24. This one comes in 8x48 or 6x48. Okay, 今天我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客户来之后，从地板开始，包括墙面，每一个房间的这个地面、墙面全部要自己定制一下。这个客户呢，他有很多自己的要求。刚刚听的好像是要把这个家整个房屋结构要改一下，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呢，真的在买房子之后擅自更改，一定要跟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去报批。另外呢，就是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我把橱柜拿回来，应该向他学习，就是特别特别的细致，有没有发现？特别细，慢工出细活，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很久。哦，橱柜也得选啊？橱柜是定好了。哦，已经定好了。哦，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让他拿掉。现在这个选材这个方式呢，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摆在这里，然后靠我们那个脑子去想象一下，哎，到底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种软件是直接可以就是可视化的那种，对吧？它应该有，对吧？等一下它会展示给我们。好像那个比较好。So we have to use our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yeah. We don't have a software for that. Okay, we'll be. We don't have that Hollywood budget yet. One day. This is Los Angeles. 怎么样？在你脑海中浮现出了什么东西了？我的脑海中啊，太漂亮了，是吗？嗯。觉得当一个设计师真的很难，当他要兼顾这客户的想象力的时候呢，他又有一个个人的喜好。像刚才的话，客户问，哎，你觉得哪个不错？然后这设计说，我喜欢那个浅色的。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就客户说啊，这个文化差异跟审美在这个时候呢是很关键的，就是要碰撞很久才可以达到目标一致。当设计师不容易，买房子加设计更不容易。我这工作环境确实不错。能想象得出来？想象不出来。我也觉得想象。只要看到才知道喜不喜欢，因为直接这么想就真的。各位观众，我觉得我身后这个图案呢，摆得特别像那个 Minecraft 里边那个角色 Minecraft。You can still do something like this, but I wouldn't want you to go too orange and warm. 他说，如果你想。终于选出来一两块心仪的了。但客户觉得这个都挺好的，对，是吧？这个很难选。对，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哦，厨房拐进来之后，这是厨房嘛？进来不是有一个储物间吗？厨房储物间这里有扇门关上的，平常是里面放东西的。你觉得这个里面也要铺那种砖吗？还是标配不花钱的就行了？就算是同样一种材料。在你不同的区域呢，比如说房间，你是浴室啊，还是你的公共区域，还是你的房间，不同区域的估价是不一样的，好像是涉及到一个安装的难度，所以今天来这儿长知识。We keep them the same materials if they're going to touch two tiles, otherwise it kind of has a weird transition because they could be different heights. They're going to have different grout. There's going to be a door. There's a door, yeah, but just when you open the door, you'll see it.材料的话，一般他们说预约 appointment 一个是2个小时，
但一般选个4个小时、5个小时很正常，因为选择太多了，然后有些很多东西摆在他们面前，一个一个对比各种材料。还好这个选的还不是样样都选的，我们还今天只选个地板。然后如果样样都选，时间更长，要来几次呢？对，而且还多了一个翻译的一个过程。对，是的，主要是他们中间没办法沟通，我们中间要翻译很多细节。真不容易，但是一定要细，毕竟是他的新家嘛，对吧？对，是非常理解。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今天陪他们中午吃点那墨西哥的菜，然后太辣，然后突然间泛起攻心，有点小困。哎，刚刚就眯了一下，就眯着了。哎呀，什么事都不容易啊！我真的是不容易。哦，别说啊，这设计公司呢，连这个厕所都设计的这么漂亮。这个厕所呢，是我见过所有厕所里面准备卫生纸最充足的一个。它不仅仅在这个地方呢，啊，放了一卷、两卷、三卷、四卷厕纸啊，同时呢，在这个楼里面竟然放了这么一堆厕纸，太棒了，太牛了。这机器如果我会用就好了，真的什么都得学，没文化真可怕。他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这个讨价还价的阶段，讨了一小时了，然后还了一小时，现在就是正在博弈，我都等饿了。怎么样，难搞吗？太渴了，准备倒点水。结束了，结束。好黑。哇，已经天黑了，已经黑了一小时了，像不像9:10？好了，我们今天最后一站，你要做什么？擦牌子。擦牌子。好的。外面有点冷，有点冷，多穿点。像你一般的话，会把牌子插在什么地方？门口。这个吗？啊。哎呀。哦，这个架子是吧？嗯。来，给你放这儿了啊。突然想起很早之前呢，也帮摄像师呢，也插过一次牌子，然后，哎，我感觉你这牌子质量比他哦好点。因为这种社区它是不让插大牌子的。是吗？一般插几个？一个吧，一个就可以了。一个就行。对，就只是让人家知道说这个房子在这儿。OK。行。哎，这是假草啊，这是。是的。是吧？这边住的人多吗？不多，因为这是新社区嘛。OK， 新社区。有点可怕呀。
我觉得风应该吹不了。吹不倒吗？这个要好费力的。挺好。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再来，太棒了，要的就是这股劲儿。收费100。走，请你吃饭。走。你说什么？我说还有牌子要插。还有几个？五个。五个啊，吃一顿可能不够。哎，让女孩子一个人插牌子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刚才已经帮她插了好几个了。哎，算了，自己砸。啊，这什么区啊？这是？这就是刚刚来的那个啊。耳湾。啊，耳湾。我去，好地方。Ooh.